我帮你关呢、欸。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很宽，像阿贝这样子站起来，这样子 OK， 真的阿贝这样子站，真的这样子拍起来真的哦。你阿贝可以从上面这里拿，把我们全部都拍起来。真的，他站这样子 OK 呢。你用他的手机帮他拍，他的话。好，那我们过来这边，快点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帮。同学拍，阿贝可以站上面，然后帮我们拍。我们跟阿贝拍，不要啊，帮你们。你先帮你同学拍。好，我先帮你拍，真的。不错，嗯，站着不错。你这样看起来又很像夕阳的感觉。你在太大的阳光就会被光了。有光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有在光。但是你很有那个感觉呢。 下去，当然不要掉下去。真的很吵，这还可以啊。三，二，一。我坐在这里看得到。OK， 谢谢。刚好那太阳光还很，看起来很舒服啊。那已经有点没办法。七月。 42号，他要8点以后才开放吧？8、9点，这云层又躲起来了。陈立珍，你走过来。陈立珍，你跟晚上有冲吗？有冲吧。等一下，走过来啊。二，三，三。 二，三，一，二，卫生不会。啊，穿着救生衣不是就不会。啊，穿着救生衣不是就不会沉下去？啊，那个谁啊？你走过来。就秦山，秦山呀。过来。那个麦位置。二，三，对啊，要不要一起去？见了，被云挡住了。没关系啊，收拾摄影这样拍起来其实还好。 还是有很多好处。太阳被云刮起，等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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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有很多好处。
陈经理，快点来！阿飞要帮我们拍，快点拍一张。太阳已经不能直视了。是很暗，因为我那个真的，我的画质真的不 OK。你就把它当成我们那个这个是玩具。你那个平板又不是玩具。对，我那平板算是玩具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那个都不会。手抬高一点。抬高一点。我帮你。
那边你平常都是一直在调那个角度啊。爸爸，对，那边变小嘞。还会，因为它因为云层后面。爸爸。如果有光线跟没有光线，人有光线，脸就黑掉了。对。啊，又不可能打光。是的。